男人自由的晚上的话，鸡仔自从八月七号八月八号这个风灾以后，对摄影师的我们一直耿耿于怀，所有的乡民们，所有的兄弟姐妹们，这一阵子各位辛苦了。这是你的吗？非常的高兴哈，今天能与《民生日报》结合各个赞助的单位，像玉龙航空、像中国石油、中钢，更远从大甲来的各位桌子上面的地震区的饼，在在的都是一种爱心。我想陪着各位，虽然风大，虽然雨大，但是我们的信心更大，各位一定能冲破难关。在高雄县政府，在政府的辅导之下，我们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再有一个新的美好家园。我们都期待再看，我们还要到纳马下乡去旅游，去跟各位道好。也请各位能从风雨中生信心，能从困难中脱颖而出。今天我们所举办的所谓的薄饼比赛，其实是一个非常悠久的一个民俗的活动，只是这个活动在台湾还很陌生。我去年到了厦门，在我们的社长陪伴之下去认识了薄饼，我觉得这是一个既欢乐又好玩的一个活动。今天各位更可以利用这次薄饼的机会试试你们的手气，因为薄饼的这个活动是在300年前经由郑成功的一个副将叫洪旭将军所创办的。在300年来，其实在沿海都有人利用薄饼的活动来欢乐自己，来欢度中秋。我也想利用这一次的机会，让大家能接触这个活动，也想把这个活动能在台湾推广下去。因为台湾的中秋节过得真的有一点就是说所有中秋节的活动，我们不是放鞭炮、放冲天炮，就是烤肉。而现在政府正在宣导节能减碳的这个活动，我们是不是可以用更欢乐、更有意义的活动来取代，让这个地球更漂亮？谢谢各位今天的参与，我也感谢这个陈指挥官把这个场地借给《民众日报》，也谢谢各级的长官都很关心，希望大家经过这一次都能带来好运，大家都能有一个美好的明天。感谢各位，祝各位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感谢。好，5000元人民币的一部豪华轿车，相当台币100万。